南红，好，南红玛瑙，那每一条部分都有单独另外一条一条做证书。那这一条的话，上面这条是证书编号后码45488的。那这一条的比较大咪，13.3咪，那属于有点玫瑰柿子红这样子。宝山南红的部分的话，宝山无裂不宝山，宝山南红其实基本上它就是裂多，然后所以就没办法。好，但它的朱砂红是真的蛮好看的。好，宝山南红现在已经停止开采了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矿口，那个就在政府的手里了，不在一般民间的人的手里了。好像这个宝山这一刻的话，就是裂蛮多的。那不喜欢的话可以拿掉，不过这是它的天然的嘛，天然的矿石嘛，而且这一条的话也不贵，这条就600块左右吧，600块，608，对不对？再如果有折价券，2000块折价券就打个折，其实一条就500出而已。那这一条的话，左下角这一条的话，证书编号45479的。基本上就一条一条过了，你看这一条45479，它是卡12米的，啊，是偏柿子红，然后是肉质的部分是属于比较清透的，哦，但是是也是满色，哦，肉质的部分的话，柿子红，这个戴上手的部分真是蛮好看的。南红蜜蜡是真的挺搭的。好，这南红的部分的话，从古至今的一个达官贵人爱用的一个珠宝嘛，南红是真好看。然后最右边这一条的话，证书后五码的话是45489，它比较偏玫瑰红一点点，比较冰感玫瑰红一点点。好，它这一串的话，就是有点多宝色了。这边是玫瑰红，然后这边也有柿子红，然后珠子的部分的话，也是蛮接近13米了吧，12.9，好，13米，好，这等于这边是13米，这边的话可能就比较小一点，这边卡12米，卡十二米。看一下，它这个冰感玫瑰红，应该是做磨砂面的啊。宝山南红很常做磨砂面，水水红红，满色，冰焦的，对，这串也好看，这串也是500多块而已。那这一手的话是这三条，宝山南红，宝山南红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它有那个微量元素，所以它帮助睡眠啊，还有一些气血循环啊，都是很好的，手脚冰冷啊，戴南红玛瑙的部分也都是蛮好的，这三条。